哎呀！啊！唉，再大一半寸添。我扣针啊，扣住先啦。堕胎啊？除衫上床啊？喂，你系护士嚟噶，你应该知道指甲乃系健康嘅橱窗嚟噶嘛？啲名 ，give me five。Not the kid. 我有嘢唔明白，有咩唔明白啊？你，我中意咗只鸡，好耐冇见过女人。喺我30岁之前，我未曾做过一件好事。我对爱情已冇乜要求，同佢一齐起码知道底线喺边。佢唔同噶，佢唔系咩客都接噶。死仔，你黄绿医生，你叫鸡？明明瞄准佢嘅手，点会打中佢个脑噶啦？我睇到红烧软体太好味啦！先讲啦，呢啲听你咁讲，呢个姓刘嘅医生其实都系一个人才。唉，但佢走火入魔咧，呢个人唔单止无药可救，佢仲好危险添。你真系卑鄙啊！香港啲咁多鸡你唔叫，你偏偏要叫我嗰只嘅。我今晚见翻刘文。shit！ 你乜冷血人？我打得你少，你仲嚟搞阿美？你咁嘅野蛮人，我费事同你讲啊！但我做咩要介意一个系狸猫区医鸡嘅人啊？因为佢叻过你咯，仲系处女嚟嘅。阿星系咪处女唔关你事啊？走我唔走噶啦，我睇你呢个谁有几好打先。你而家应该知道女生点解揾你医我吗？我是做雞的，你根本就不識我啊！雞你做過雞的，最咁耐我真係頂唔順。卒之都有樣嘢你未做到，我做到。我而家先知道，原來你係想借呢個機會嚟教我點樣做一個理性無私嘅醫生。劉文醫生，你對你喺呢成個事件中做嘅一切，有冇感覺後悔同埋遺憾嘅地方？手術成功，不過病人釘咗。嚇？冇啊，梗係冇啦！咁蠢㗎你，點做醫生啊？